下面我为大家讲解一下 LED 调试时间的方法。先按亮屏幕，这是时间，这是日期，这是秒。在不按键的情况下处于关机模式，现在开始为大家调制时间。长按三秒，调制小时，小时调制好后再长按三秒，调制秒数，分钟，分钟调制好以后再长按三秒，调制年份，比方说现在是2020年，年份调制好以后再长按三秒，调制月份，月份调制好以后再长按三秒，调制日期，调制好以后再长按三秒，回到时间模式，松开手，处于待机模式。